童瑶、周迅、霍建华等人主演的轻功大剧《如懿传》，上线一周以来，网播放量竟达到了惊人的10亿好成绩。童瑶饰演的高希月更是一路受到网友点赞，作为剧中的大反派，但却让人恨不起来。有不少网友表示从未见过如此不按套路出牌的反派。在剧中，高希月虽然是一个反派，但其本质却不坏，只是一心依附皇后，才做了很多坏事。病入膏肓的高希月硬是撑了33集后还是下线了，无数网友表示惋惜。不过其扮演者童瑶又火了一把，因为媒体对于他的关注度自然也上升了。竟是童瑶现身机场的两个造型，却展示出了天山和地下的感觉，差距不是一般的大。这套黑配黄打扮很亲民，和路人很接近，再配上凌乱的头发和素颜，和剧中高雅的高贵妃简直差的不是一点两点啊。童瑶的身材比较清瘦，而上衣却十分的宽松，完全将飞机场演绎的淋漓尽致。不过这套现身上海机场的造型和上面那套对比，无论是气质和颜值都明显提升了。黑色的套装显得比较有气场，而阔腿裤设计增加了时尚感，还有个最重要的就是上妆了。因此也有网友表示，无论是剧中还是上面这套，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，